集《立木为信》，出处《史记·商鞅列传》。释义：商鞅为推行新法而取信于民的方法，比喻言出必行。历史典故：战国七雄中，秦国在经济、军事等各方面都比中原各诸侯国落后，但自从秦孝公继位后，他重用魏国人商鞅，变法强国，使秦国一跃成为七国之中最强者。商鞅在变法前深知推行新法的困难，为了让老百姓相信自己，他想出了一条妙计。他命人在京城南门立了一根3米长的木杆，发布公告，谁能把这根木杆扛到北门去，就赏10两黄金。这一举动引来了许多老百姓，他们围在一起议论纷纷。其中一个人说，这根木杆谁都扛得动，哪用得着10两黄金呢？这其中一定有问题。另一个人说，大概是跟我们开玩笑吧，不会是真的。围观的人都认为商鞅的立约不可信，所以无一人去扛木杆。商鞅见状便把赏金加大，说道，如果有人能把这根木杆扛到北门去，我就赏给他50两黄金。商鞅的话音未落，百姓又开始哗然。有人嚷道，大人可真会开玩笑，这么简单的事儿，哪会赏那么多黄金呢？现在人们反而更加怀疑了，谁也不敢去扛那根木杆。过了一会儿，人群中走出来一个人，抱着试试看的态度说，我可以把这根木杆扛到北门去。只见那人蹲下身子，扛起木杆，迈开大步向北门走去。围观的人们也尾随着他，想看个究竟。那人到达北门后，商鞅立即叫人拿了50两黄金交给了他。老百姓纷纷称赞商鞅是守信之人，商鞅以信折服了秦国百姓，他制定的新法颁布后得到顺利推行。成长心语：商鞅变法重在诚信，所以立木为例取信于万民，说明了他做事的决心和勇气。其实不止他变法如此，生活中凡事都应以信为重，信用是衡量一个人品格好坏的标准。信守承诺的人会赢得众人的信赖。古语有云，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做人就要言出重如泰山，不会轻易改变。如果把说出的话当儿戏，说了不做，言出不行，则会失去很多人对自己的信任，自身形象在别人心中也将大打折扣。第二集《一诺千金》，出处西汉司马迁，《史记·季布栾布列传》。释义：诺，许诺，许下的一个诺言有千金的价值，比喻说话算数，极有信用。历史典故：秦朝末年，在楚地有一个叫季布的人，性情耿直，为人侠义好助。只要他答应过的事情，无论有多大困难，他都会设法办到，因此广受大家的赞扬。楚汉相争时，季布是项羽的部下，曾几次献策，使刘邦的军队吃了败仗。项羽兵败后，季布孤身一人杀出重围，开始了他亡命天涯的生活。而当了皇帝的刘邦一想起这事儿就气恨不已，于是下令通缉季布。那些仰慕季布的人都在暗中帮助他。不久，季布化妆后到山东一户姓朱的人家当佣，朱家明知他是季布，仍收留了他。后来朱家去找如阴侯夏侯婴说情，在夏侯婴的劝说下，刘邦不仅撤销了对季布的通缉，还封他做了郎中，不久又改做河东太守。季布有一个同乡曹秋生，听说季布做了大官，就马上去见季布。但季布对他有些误会，知道他要来就虎着脸准备发落几句，让他下不了台。谁知曹秋生一进厅堂，不管季布的脸色多么阴沉，话语多么难听，只是对着季布又是打工又是作揖，要与季布拉家常叙旧，
并说，你我都是楚地人，既是同乡，便应该珍视乡情才对。我听说楚地流传着这样一句话，得黄金千两不如得季布一诺，您是怎么能够有这样的好名声传扬在梁楚两地的呢？皆因你是我的同乡，我才到处宣扬你啊。你为什么不愿见到我，与我结为朋友呢？季布听了曹秋生的这番话，对于他的误解顿时消除了，两人从此成为至交。成长心语，诚实守信，信守诺言，是为人处事的一种美德，更是为人处事之本。如果一个人言而无信，失去了别人对自己的信任，就如同失去了比千金还宝贵的东西。诚实的人能忠实于事物的本来面目，不歪曲，不篡改事实，同时也不隐瞒自己的真实想法，光明磊落，言语真切，处事实在。诚实的人反对投机取巧，趋炎附势，见风使舵，争功推过，弄虚作假，口是心非。诚实守信首先是一种社会功德，更是做人的基本要求。第三集，季札挂剑。出处《史记·吴太伯世家》。释义：季札，春秋时期吴国人，因封地炎陵而得名炎陵季子。季札把自己的佩剑挂在徐国国君的墓前，比喻人一定要坚守诚信。历史典故：季札是春秋时吴王寿梦四个儿子中最小的一个，他很有才华，寿梦在世时就想把王位传给他，但季札避让不答应，寿梦只好让长子朱凡继位。后来季札受吴王的委托出使北方，拜访了徐国国君。徐国国君在接待季札时看到了他佩戴的宝剑，吴国铸剑在春秋闻名，季札作为使节所佩戴的宝剑自然不凡。徐君对季札的宝剑赞不绝口，流露出喜爱之情。季札也看出徐国国君的心意，就打算把这宝剑送给徐国国君作为纪念。但是这把剑是父王赐给他的，是他作为吴国使节的一个信物，他到各诸侯国去必须带着它。现在自己的任务还没完成，怎么能把它送给别人呢？季札暗下决心，返回时一定把此剑献上。后来他离开徐国，先后到鲁国、齐国、郑国、魏国、晋国等地，返回时途经徐国。当他想去拜访徐国国君，以实现自己赠剑的愿望时，却得知徐国国君已死。万分悲痛的季札来到徐国国君墓前祭奠，祭奠完毕，他解下身上的佩剑，挂在坟旁的树木之上。随从人员说，徐国国君已死，还留下宝剑干什么呀？季札说，当时我内心已答应了他，我不能因为他已死就违背自己的心愿啊。成长心语，人无诚信不能生存于世上。季札虽然没有当面许诺要赠给徐君宝剑，只是在心中有一个赠剑的愿望，而当他想要实现这个愿望时，徐国国君却已经死了。但季札并没有因为徐国国君的死而不履行承诺，一个已经亡故的赠剑对象，一把价值连城的宝剑，诠释了诚的真实含义。相比那些对别人做出了正式承诺而找各种理由不履行承诺的人来说，季札无疑给他们做出了一个良好的表率。第四集，中流击集。出处《晋书·祖逖传》。释义：中流，河流的中央；击，敲打；集，传桨。渡河时在河流的中央拍打船桨，比喻收复失地、报效国家的激昂之情。历史典故：祖逖原本出身于西晋末年的北方大族，后来家道中落。在当时的乱世之中，祖逖带了几百乡亲来到淮河流域一带。
在逃难的过程中，祖逖主动把自己的车马让给老弱有病的人，把自己的粮食、衣服也分给大家，乡亲们都十分敬重他。不久，逃难的人群来到了泗口，今江苏晋江北。这时，祖逖手下已经聚集了一批壮士，他们都是背井离乡的人，大家眼看着自己的家园被外族侵占，都很愤恨。见祖逖是一个胸怀大志的人，就推选祖逖做了首领，希望祖逖带领他们早日打回家乡去。当时司马睿还没有继位做皇帝，祖逖曾劝说他领兵收复失地。司马睿当时并没有收复中原的打算，但听祖逖说得慷慨激昂，也不好推辞，就勉强答应了祖逖的请求，并派他做豫州刺史，拨给他1000个人吃的粮食和3000匹布，但不给他战衣和兵器，还让他自己想办法集结士兵。祖逖带着随同他一起来的几百乡亲组成一支队伍，横渡长江。船到江心的时候，祖逖拿着船桨在船舷边拍打，向大家发誓说：我祖逖如果不能扫平占领中原的敌人，绝不再过这条大江。他激昂的声调和豪壮的气概使随行的壮士个个感动，人人激愤。到了淮阴，祖逖停了下来，一面制造兵器，一面招兵买马，等到聚集了2000多人马后才向北进发。当时长江以北的不少豪强地主趁中原大乱的机会占据宝物，互相争夺。祖逖说服他们停止内争，随他一起北伐。祖逖的威望越来越高，祖逖的军队一路上得到人民的支持，迅速收复了许多失地。后来祖逖收复了黄河以南的大部分领土，许多敌军也陆续向祖逖投降。晋元帝继位后觉得祖逖功劳太大，于是封他为镇西将军，以节制其权力。成长心语：孔子说，言必信，行必果，说话要守信用，做事一定要有始有终，绝不能半途而废。祖逖以他自己的微薄之力实现了自己的誓言，实现了对自己对众人的承诺，他也让我们领悟到了誓言的真谛。它不应该是一种决心，而应该是一种实际的行动与作为。当你想要许下誓言的时候，请先想想，你真的愿意去做吗？你真的有能力去做吗？我们每个人都有义务去维护誓言的可信度。第五集《烽火戏诸侯》，出处《史记·周本纪》，释义：古时候遇到敌情，就在烽火台上点燃晒干的狼粪，靠狼烟传递情报。戏，戏耍，用烽火台上的狼烟戏耍各地诸侯，比喻人没有诚信。历史典故：周幽王又叫姬公聂，他在位时不理朝政，喜好美色。有个叫褒奖的大臣劝说周幽王应该以国家大事为重，周幽王不但不听，还把褒奖关了起来。褒家的人为了把褒奖救出来，就在乡下买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姑娘，起名褒姒，教会她唱歌跳舞，把她打扮起来献给周幽王，替褒奖赎罪。周幽王十分宠爱褒姒，可是褒姒自从进宫以后就没有笑过一次，整天闷闷不乐。周幽王送他各种珍奇礼物，想尽各种古怪的办法叫他笑，都没有成功。于是周幽王说，有谁能让王妃娘娘笑一下，就赏他1000两黄金。这时国师傅替周幽王想了一个主意，他说，大王可以跟娘娘上骊山去玩几天，到了晚上咱们把烽火点起来，让附近的诸侯见了赶来，上个大当，娘娘见了许多兵马扑了个空，肯定会笑的。周幽王很高兴，好极了，就这么办吧。他们上了骊山，真的把烽火点了起来，各路诸侯误以为天子蒙难，分遣军队星夜兼程地前往救驾。
但到京城后才发现是个恶作剧。褒姒见此情景就真的笑了。京城里外此时已是兵马云集，一片混乱。这种狼狈滑稽的场面被站在高台上的褒姒看见，禁不住哈哈大笑。幽王心花怒放，以后又数度重复这个荒谬的方法，以致无人再相信狼烟信号的意义。五年后，有谊犬戎大举攻周，周幽王连忙下命把骊山的烽火点起来，但是谁也不愿再上当了。结果周幽王被杀，而褒姒也被抢走了。成长心语：一个帝王无信，最终导致了国破家亡。对个人来说，诚信同样重要。良好的信誉能给你的生活带来意想不到的好处。诚实守信是形成强大亲和力的基础。诚实守信会使人产生与你交往的愿望，在某种程度上会消除不利因素带来的影响，使困境变为坦途。诚信是衡量人品的试金石，诚实守信不仅反映出一个人的品行，而且能够让人建立起对家庭、对社会的强烈的责任感。因此，在任何时候，我们都要把诚信当作自己最好的品牌。第六集《节来之时》，出处《礼记·谈公下》。示意：节，不礼貌的招呼声，相当于现在的喂。一个自尊的人宁可饿死也不肯接受别人轻蔑的怜悯，通常指带有侮辱性的或不怀好意的施舍。历史典故：战国时期，诸侯征战不断，百姓本就处于水深火热之中，如果再加上天灾，百姓就没法活了。这一年齐国大旱，田地干裂，庄稼旱死了，穷人吃完了树叶吃树皮，吃完了草苗吃草根，只得到外面去逃荒要饭。有个富人名叫钱敖，家里囤积了很多的粮食。他看着穷人们一个个饿得东倒西歪，始终无动于衷。这时他的一个家奴向他建议，如果在这个时候施舍给那些饥民们一点吃的，他们必定会感恩戴德，便可以获得一个好名声。于是钱敖把做好的窝窝头摆在路边，施舍给过往的饥民。每过来一个饥民，钱敖便丢过去一个窝窝头，并且傲慢地叫着，叫花子给你吃吧。有时候过来一群人，钱敖便丢出去好几个窝头，让饥民们互相争抢。钱敖看着他们争抢，十分开心，觉得自己真是大恩大德的活菩萨。一天，一个瘦骨嶙峋的饥民走了过来，他满头乱蓬蓬的头发，衣衫褴褛，一双破烂不堪的鞋子用草绳绑在脚上。从他摇摇晃晃的步伐便看得出他已经好几天没吃东西了。钱敖看见他，便特意拿了两个窝窝头，还盛了一碗汤，对他大声吆喝道，喂，过来吃吧。语气中充满了得意。钱敖本以为这个饥民一定会感谢他的好意，谁知那个饥民像没听见似的，没有理他。钱敖又叫道，姐，听到没有，给你吃的。只见那饥民慢慢地走到钱敖的面前，仰起头注视着钱敖说，收起你的东西吧，我宁愿饿死也不愿吃这样的节来之食。说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桀骜万万没料到，饿得这样摇摇晃晃的饥民还保持着自己的人格尊严，顿时满面羞愧，说不出话来。成长心语：中华民族历来都崇尚有骨气有志气的人，一句廉者不受节来之食，曾为多少仁人志士所赏识，也激励了许多人为免受节来之食而奋发自强。这其中包含了做人的气节和为人的骨气。但是时下在市场经济求利的心理支配下，很多人却开始对这种精神嘲弄和鄙视。不要说真的贫困交加，就是衣食无忧，
也要伪装成贫困的人来博取别人的同情心，骗取钱财，心安理得地过不劳而获的寄生虫生活。人性的弱点是痴缠作懒，一旦丧失了自立精神，就像一株缠树的藤条，再也没有独自生存的能力和勇气了。第七集，夜尾途中，出处庄子秋水。释义：原意指乌龟拖着尾巴在泥巴里爬，比喻与其位列倾向，受绝路刑罚的管束，不如隐居而安于贫贱。后也比喻在污浊的环境里苟且偷生。历史典故：庄子，名周，是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、哲学家、文学家，是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。他抨击儒墨的权势观，鄙弃虚情假意，主张顺其自然。庄子曾做过七员小吏，生活很穷困，却不接受楚威王的重金聘请。他是一位非常廉洁、正直，又相当棱角和锋芒的人。楚威王仰慕他的才学，想请他来辅佐朝政，多次派使者来请他，都遭到庄子的拒绝。一次，庄子正在蒲河上钓鱼，楚王又派两位大夫来请他去做官。他们对庄子说：大王想将国内的事务劳累您啊。庄子拿着鱼竿，没有回头看他们，说：我听说楚国有一只神龟，已经死去3000年了，楚王却把它用锦缎包好，装在匣子里，藏在庙堂之上。作为一只龟，是死了留下尸骨让人尊敬好呢，还是情愿活着而拖着尾巴在泥沼中爬行好呢？两个大夫说：还是活着好啊。于是庄子说：请回吧，我要在烂泥里摇尾巴。使者无言以对。成长心语：庄子不为了富贵当犬马，坚决不被名利所束缚的骨气让我们敬佩。他一生淡泊名利，主张修身养性，清静无为。在他的内心深处，充满着对当时事态的悲愤与绝望。从他的哲学中有退隐、不争、率性的表象上，可以看出庄子是一个对现实世界有着强烈爱恨的人。正因为世道污浊，所以他才退隐；正因为有黄雀在后的经历，所以他才与世无争；正因为人生有太多不自由，所以他才强调率性。与其做官腔害人的自然本性，不如在贫贱生活中自得其乐，这正是庄子独特人格魅力的卓越体现。第八集，鸿雁传书，出处汉书苏武传。释义：鸿雁是大型候鸟，每年秋季南迁，常常引起游子思乡怀亲之情和羁旅伤感。鸿雁传书指通信，后来人们就用鸿雁比喻书信和传递书信的人。历史典故：汉武帝天汉元年，匈奴向汉朝求和，于是汉武帝就派中郎将苏武出使匈奴。苏武接受任务以后，带着使团及丰厚的礼物出发到匈奴，不料反复无常的匈奴单于不但不感谢，反而受坏人挑唆，把苏武等人押扣起来，要苏武投降。金钱、高官俸禄、冻饿折磨，这些都没能使苏武屈服，他坚决不投降。没办法，单于只好下令将苏武送到北海边上去牧羊，也就是现在的西伯利亚贝加尔湖一带，并且对苏武说：等公羊何时生了小羊，就送你回汉朝去。公羊怎么能生小羊呢？用意十分明白，单于是坚决不放苏武回汉朝了。北海一带荒无人烟，终年白雪覆盖，苏武只能以野鼠洞里的草籽充饥。每天，苏武一边牧羊，一边抚弄着出使时汉武帝亲手交给他的荆棘，心中深深地怀念着自己的祖国。
夜晚睡觉时，他将荆棘紧紧抱在胸前。就这样，日复一日，艰苦地度过了漫长的岁月。后来，汉武帝死后，汉昭帝继位，匈奴又与汉朝议和，但单于仍不让苏武回汉朝，还谎称苏武已经死了。与苏武一起出使匈奴的常惠千方百计把苏武的情况告诉了汉朝使者，还为使者想出了一个要回苏武的妙计。第二天，汉朝使者去见单于，按照常惠的计策对单于说，你们匈奴既然诚心要跟汉朝结好，就不该再欺骗我们。苏武明明没有死，有一天我们皇上在上林苑里射猎，射下一只大雁，大雁的脚上系着一条绸子，那是苏武写给皇上的一封信，信里说他在寒冷的北海地方牧羊，你们怎么能说他死了呢？大雁能带信，这是天意，你们怎么可以欺骗天呢？单于听了不觉大吃一惊，只好承认自己说了谎话，而后又说，苏武的忠心都感动了飞鸟，难道我们还不如大雁吗？说完，他立即向汉朝使者道歉，并答应赶快派人把苏武从北海地方找回来。苏武回到了阔别20年的京城长安，汉昭帝接见了他们，还叫他到先帝庙里去拜见汉武帝的灵位，并把那根光秃秃的荆棘交还到汉武帝灵前。成长心语。历史学家吴晗曾写过一篇谈骨气的文章，其中提出做人不可以有傲气，但不可无骨气。所谓骨气，就是做人要坚持原则，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明是非、知荣辱，不拿原则做交易。一边是高官厚禄，一边是赤胆忠心。苏武用不屈的铮铮傲骨做出了最完美的诠释。第九集，趋炎附势。出处《宋史·李垂传》。释义：趋，奔走，巴结；炎，热，显赫，指权势；附，依附，依靠。奉承和依附有权有势的人，用于指斥那些巴结投靠有权有势者的行为。历史典故：李垂，字顺公，山东聊城人，北宋官员。咸平年间考中进士，先后担任著作郎、馆阁教理等职。他曾编写了3卷《导河行胜书》，对治理旧河道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。他博学多才，为人正直，对当时官场中奉承拍马的庸俗风气非常反感，因不肯同流合污而得罪了许多权贵，一直得不到重用。当时的宰相丁谓就是一个善于阿谀奉承之人，他用卑劣的手法获取了宋真宗的欢心，从而掌握有大权，加上他玩弄权术，排除异己，最后独揽朝政。许多想要升官发财的人见他炙手可热，便都争相吹捧他，奉承他，希望可以获得他的赏识，平步青云。有人见李垂从来不去刻意地讨好丁谓，十分不解，便问他为何从未去拜谒过当朝的宰相。李垂说，丁谓身为宰相，不但不以身作则，公正地处理政事，反而仗势欺人，实在有负于朝廷对他的重托和百姓对他的期望，这样的人我为什么要去拜谒？这话很快就传到了丁谓的耳朵里，丁谓对此非常恼火，便借故把李垂贬到外地去了。宋仁宗即位后，丁谓倒台，而李垂则被召回京都。一些关心他的朋友对他说，朝廷里有些大臣知道你才学过人，都想推举你做知知诏，不过当今的宰相还不认识你，你是不是应该去拜访他呢？让他认识认识你，一定会有好处的。李垂淡淡地回答说，如果我30年前就去拜谒当时的宰相丁谓，可能早就当上翰林学士了，但是我并没有这样做，
我仍然坚持自己的原则，见到有的大臣办事不公，就当面指责他。以我现在的年纪，又怎么能趋炎附势，看别人的眼色行事，既来换取他们的提携呢？他的这番话又被传到了新任宰相的耳朵里，结果他再次被排挤出了京都。成长心语，在生活中，美丑、咸鱼、善恶、强弱、贫富、成败、得失等等，都会转化为人与人之间的高度之差。那些处于优势地位的人难免居高临下，盛气凌人，那些处于弱势地位的人则难免自惭形秽，妄自菲薄。这种高度的比较往往影响着人们的心态，控制着人们的心理平衡。看透高度的比较特性，有助于人们清醒地认识自己。身在高处的时候，既能看到低处的踏实，又能看到低处的苦痛，不得意忘形，不忘乎所以。身在低处的时候，能看到高处的荣耀，又能看到高处的风险，不自轻自贱，不自暴自弃。这是因为要尊重别人，先决条件就是要尊重自己。第十集，牧人识心。出处：晋书·隐逸传·夏统。释义：本意为木头人，石头心，比喻人全无感情，不为外物所动。历史典故：晋朝有个名士叫夏统，会稽人，是位超凡脱俗的隐士，他多才善辩，很有名气。当时许多人劝他出来做官，都被他拒绝了。一次他来到了京城洛阳，太尉贾充听说了，便想利用他的才学和名望来扩充自己的势力，于是就劝他到自己的身边来任职，被他婉言谢绝。贾充不甘心，调来整齐的军队，装饰上华丽的车马，吹着响亮的号角从夏统面前走过。贾充对夏统说，如果你同意到我身边来做官，就可以指挥这些军队，乘坐这样华美的车子，那该有多威风啊。夏统对眼前豪华显赫的场面就像没有看见似的，根本不动心。贾充仍不死心，又招来一些美女，在夏统面前轻歌曼舞。贾充心想，这下你总该动心了吧。不料夏统默然如初，毫不动摇。贾充见全然打动不了夏统的心，不解地说，天下竟有这样的人，真像木头做的人，石头做的心啊。成长心语，诱惑是一个会让人心动的词汇，每个人的心中都希望自己的人生可以轰轰烈烈，殊不知这轰轰烈烈中便包含了无数次诱惑的考验。诱惑是从来都有的，差别在于面对诱惑每个人所做出的不同反应。有的人享受诱惑，让自己沉醉于诱惑之中，一步步地沦陷。有的人洁身自好，他们不同流合污，始终坚持自己的原则。我们身处的社会虽然不是物欲横流，但也有太多的诱惑。要想保持自己高贵的人格，便需要以一颗禅定的心去抵御诱惑。只有这样，才能不被别人牵着鼻子走，才能获得自己想要的人生。